我的歌唱水平真的是可以上热搜的程度，我还是走调吧，因为我奶奶婆婆都会追我的剧屋里头的片段，我自己看了就会很想笑，其实要哭。我天哪，Hello， 网易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，这是我的新墙头。从今天开始，就让我做你的专属墙头吧。关注网易娱乐微信公众号“搞事编辑部”，解锁更多有关我的福利和花絮哦。如果没有做艺人，我现在的职业会是，有可能是个电竞选手。如果你不开心，我会用。我的歌唱水平真的是可以上热搜的程度，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吧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呼。如果让我放弃唱歌演戏还可以赚钱，那我肯定不会放弃。听过一个最扯的瓜，是之前有说我过去不爱去吃冰太烂了，太烂了，太烂了。我的 KTV 如果真的都是我的，我不会卖到，不管他们爱不爱听，反正我唱了一首。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我知道你们都说我是演技良好，我现在很麻烦的事情。绝世千金是我演过最纯真的作品，你们看一定会后悔。里面还有非常多精彩的服装大佬啊什么的。因为之前搭过，而且跟阿秋之间就挺默契的，然后我基本上 NG 很少，有的时候非常多都是一条路。有些比较搞笑就是无厘头的片段，我自己看了就会很想笑，其实建立信念感就是努力让自己笑场，但是还是会很好笑。要吧，陈云老师后面抖了一下，他肯定得攻略我的妩媚啊，我妩媚这么完美是不是？觉得前期印象深刻的最深刻的一场戏，就是刚才看过的那个片段，那个叫什么门东，门东文，因为得配合默契，拍了5条，不记得有多少条了。NG 很少，有的时候非常多都是一条裤。那你在拍片段的时候最喜欢和最遗憾的场景？最喜欢印象深刻的那场雨戏，哇，那真的是人工造瓢泼大雨，那天晚上就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，心凉凉的。有什么想对一直在做？肯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。我们的每部戏其实我们都拍得非常认真，每部戏不同的看点，绝世千金就是非常的体面，糖就不能把你塞饱的那种。夹克就是非常还原原型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名场面都会有。然后霓虹火焰蓝呢，它又甜，其次又非常正，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，这个根本我先不剧透，但是就是大家在其他影视剧中根本看不见的这种电视片段。我昨天晚上刚拍了，但我不说，播了大家就知道，真的是全球仅此一场，应该是。那你有磕过什么？之前微博的背景也是他们是。